呢個咧就係獅子門 （Lion Gate）， 然後呢一度咧，呢一個咧就係不是大池，有好多狼子喺度嘅，好多柱喺度嘅。然後咧呢度繼續去咧。就去到呢個咧，就係耶路撒冷嘅北面啦。而家係東北面，然後咧呢個門咧就係希律門，呢個就係希律門 （Herod's Gate）。繼續去到西面咧，就係大馬色門 （Damascus Gate）。Damascus Gate， 呢個咧係西北面啊，西北面就係大馬色門。繼續去咧，嗱呢度咧就見到聖殿嘅西牆。就係哭牆，而家見到呢個聖殿嗰度咧，向住我呢邊咧就係哭牆啦。呢度凹咗落去嘅咧，就係 Jaffer Gate 打法門。而家咧係打通咗嘅，開咗一道大嘅門口啊，啲車可以行得入去嘅。繼續去啦，呢個就係石安門 （Zion Gate）， 就喺耶路撒冷嘅南面嘅石安門 （Zion Gate）。We see the coast here. I'll show you. 又再嚟到呢度嘅東南面下面嗰度咧，就係墳門啊 （Dung Gate）。而呢度咧就有一個池咧，就係不是大池，就係嗰個生來瞎眼嘅人耶穌叫佢嗰度洗嘅，就係嗰度咧可以佢可以睇得翻嘅。呢度咧就係西來亞池。在《約翰福音》第九章那裡的，然後這裡就走回去聖殿，而聖殿呢這裡就有些石級上去聖殿的，還有聖殿的門。呢度咧就翻翻嚟聖殿啦。呢度咧就係東門、金門。呢個係聖所。Parts were covered, but parts were open. The holiest part is the tall part, the super tall part of the middle. 然後，頭先我哋睇過呢個獅子門 （Lion Gate）， 由入邊呢個不是大池咧。
就係38年起唔到身嗰個人，由耶穌嚟到叫佢醫治，攞咗佢嘅褥子起來行走嘅。感謝主有呢個聖殿同埋耶路撒冷嘅模型啊，俾我哋有一個即係明白當時嗰個耶路撒冷係點樣嘅。亦都睇到咧，聖殿真係呢個耶路撒冷嘅中心嚟嘅。感謝主，求主祝福。